家，嘿，小狗骑士，是一只哇，小狗骑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道道打招呼 ，Hello， 不要躲，不要害羞 ，Don't be shy。言归正传，马上呢我就要去拍一组和冰壶有关的主题的一组照片，然后呢我可是做了一些功课，比如说冰壶的具体的游戏规则是什么，因为之前有在冬奥会上看过冰壶比赛，但是具体的游戏规则呢还有包括姿势要怎样才标准，我都有认认真真的去再做过功课，给大家看一眼我的大冰壶的姿势，那可是相当的标准，相当的帅。准备好了吧，道道？好嘞，搞错了。当然仅仅是练习了这么两个动作肯定不能说是做功课了，我还非常用心的亲身经历了一场冰壶比赛，我们去看一看。我现在用口红来画一下那个冰壶的进球区。好心疼啊，手在动。这个就是我们的冰壶，然后这个十字这里就是圆心，我们双方队员用的分别是红旗和白旗。道具展示完毕，比赛开始。自己成为了最最最最接近圆心的选手。比赛再次一局，比赛再次一局，哇，胜利了！冰壶运动的运动员前辈们，对不起，老师们，对不起，还有各位观众们，不要被我刚刚的那个小儿戏给欺骗了啊！我那个只是自娱自乐，在家自娱自乐而已。但是实际上呢，其实冰壶这项运动还是非常非常难的。希望我们的运动员们，我们的奥运健儿们还是可以在冬奥会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，自己的风格，能够开开心心的比赛，然后享受这个过程，最后满怀骄傲和自豪的拿到奖杯。我们所有人都会为你骄傲，所有人都会在你拿到奖杯的那一刻一起唱起国歌，加油奥运健儿们，冬奥会我准备好了，你呢？